老公不再不想回家。小 S 饱受贱肋骨访问胸呢。小 S 电影处女作《痴痴的爱》现正热映中，票房亮眼。11日他更霸气包场，请女儿同学及家长看片，几个小时后又在社群 PO 素颜美照，不过网友却发现他怎么受到变质骗人。小 S 发文喊完了，老公你不在就不想回家，大方晒恩爱，却被网友亏他在家你更不想回家了，要他趁机放纵一下。而他随文附上素颜美照，也被赞超正美呆伴友。眼尖网友发现他似乎暴瘦成直骗人，看到肋骨了还有人评论你的胸呢。不过也有人认为只是拍摄角度的关系，引起热议追当罢了。陈冠希和秦舒培被曝为女儿举办百日宴新浪娱乐讯。6月12日，有网友爆出陈冠希和秦舒培为女儿举办百日宴的照片，陈冠希抱着女儿尽显父爱。而陈冠希女友秦舒培在孕期一直保持超模身材，丝毫未见孕肚凸起，但产后上围暴涨明显，正能量偶像。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，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，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，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，竟然主动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。王俊凯高考第一天被一群女粉丝追逐，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，也让同学们没办法专注考试。9日，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，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，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，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，让他相当震惊感动。班主任也特别表扬，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，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，这是小凯学生时代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。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。王俊凯的同学也在微博中大赞王俊凯，3年从来不敢涉及跟他有关的消息，但是这次全班都打算站出来为他说一次话。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，他都会说段子逗全班笑缓解气氛，考试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加油打气，全班都在尽力地帮他挡私生和来围观的人，亲和力100分。不愧是正能量偶像冯巩的徒弟，当年的女神如今胖成这样，心愿想嫁人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一个胖胖的很有中国喜感的女孩走进了我们的视野。不知道你们第一次是在哪个节目里面看到的她，有可能是欢乐喜剧人，有可能是喜乐街，也有可能是奔跑吧兄弟里面客串嘉宾的时候，甚至有可能是在网剧欢喜密探里面。大多数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胖子，她原名蒋玉玲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，中国喜剧女演员，师从冯巩，如今在相声界成就很高。没有人是天生的胖子，贾玲也不例外。她贾玲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，父母均为普通工人，姐姐贾丹供职襄阳电视台。贾玲在2005年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，并拜冯巩为师。不过当时的贾玲可不胖，是一位标准的大美女。贾玲年轻时的照片，只见当年的贾玲身材苗条，颜值爆表。网友笑称贾玲也曾经是女神，今昔对比简直不要太残忍。年轻时的贾玲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活活的吃成大胖子，如果贾玲瘦下来你会喜欢她吗？如今年过35岁的贾玲还是单身，已是大龄剩女的贾玲表示自己想嫁人。现在这个体重就连包贝尔都拿出了吃奶劲才能抱得动，正能量偶像。
王俊凯高考后主动打扫考场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王俊凯日前参加高考，在9日顺利考完试后，被一名学生家长发现，竟然主动和同学留下来帮忙清理考场。王俊凯高考第一天被一群女粉丝追逐，不仅影响了考场秩序，也让同学们没办法专注考试。9日2017年高考顺利落幕，有家长到重庆八中的教室时，意外发现有学生在打扫，没想到其中一名就是王俊凯，让他相当震惊感动。班主任也特别表扬，八中的孩子无论是谁都始终知道怎么做人，这是小凯学生时代留给八中最后的劳动，我为八中的孩子骄傲。王俊凯的同学也在微博中大赞王俊凯，三年从来不敢涉及跟他有关的消息，但是这次全班都打算站出来为他说一次话。确实高三后期很紧张，他都会说段子逗全班笑缓解气氛，考试也会和同学们一起加油打气，全班都在尽力地帮他挡私生和来围观的人，亲和力100分。不愧是正能量偶像。